七十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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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 五百七十页，《楞严经》义贯，中间二，受因本如来藏经文。阿难，譬如有人手足印安，百骸调适。 呼如忘生，性无为顺，其人无故以恶所长，以空相谋，妄生色、华、能、热诸相，受阴当知亦复如是。啊，这一段呢是讲受因呢是虚妄。 啊，旺生呢，色、华、冷、热，但是直下空，就是如来藏相，相望性真啊。注释：手足印安，厌即是安，与真如无不动，忽如旺生，旺生如无所生，啊，觉本不生。 离心体里念本无受因，啊，性无为顺性，就为其所感受之性。我们对外境啊都有感受，而且是非常强烈的，为为苦受之性。什么叫做苦受啊？什么叫做为啊？哎。 不顺从，这个是站在反复角度讲的，不顺从自己的意愿，啊，比如说你现在啊，睡觉睡得很好，垫背啊都弄得很好，很舒服的睡觉休息，突然有一天呢、啊，换的比较简单、比较硬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命了、啊，这个枕头啊软的，我们如果说换一下古人。 老一辈的，像五十年前、半世纪前的，那个枕头，那你就晚上睡不着，你就会感觉很苦啊，会很辛苦，因为你睡不着，违背了我们身体上的适应性啊，违背了。所以一个人呢、啊，平常如果生活简单，也能够接受这个苦，这个人呢，临命中他往生。 就比较不会有障碍。如果这个人平常享受习惯了、啊，吃不了这个苦，你命中啊，他这个色身稍微一苦啊，他受不了，很容易失去正念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还是一句很诚恳的话：吃苦对修行人来讲，它是一件好事儿，不是坏事的。生活简单化。 是好事儿，绝对不是坏事。所以，当你吃到苦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感恩，这是上苍给我们成长的机会。啊，上苍要给你礼物，都是事先用苦来给你包装。啊，打开你想要得到上苍的最美好的礼物，就必须打开这个苦的盒子。换句话说。 任何一个众生有意义的苦是很值得的，非常值得的。顺为乐受之性啊，就什么都顺你，的乐受，但是嫉妒哦。这个乐受的，接下来就是苦。哎、啊，什么都顺着你，有一天人家不顺着你，那苦就马上出来。所以这个苦乐它没有确定性。 也就是唯心限量，啊，这个人很有忍辱性，那么这个人一切的苦跟乐都化为绝对的忍受，他的乐就无穷尽的安详。那么这个人的承受忍受度很差，也也换一句话说，他的耐性很肤浅，就是乐的他也会觉得是苦的，所以这个乐跟苦。 并没有一定的标准，但看这个人的忍辱性够不够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会修行的人会把一切的境界化作涅盘的妙乐，而不会修行的人，他乐跟苦会定下一个标准，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苦中啊，都在苦中。就像一只驴子啊，不受教育的时候，哪一个人骑上去，这只驴子都会乱跳。 一个人呢、啊，内心里面不受控制啊，没有波若的智慧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生活，他的内心始终乱跳，牢骚、抱怨、委屈，没有一样事情是会过得顺利的，还是新的问题，还是新的问题。信无为顺，即无苦无乐，本无受因，故其所受性即不苦不乐。 有如舍受，啊，这个舍就是愚痴，啊，吃受，不是智慧的受。所以死寿在唯识学里面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痴寿。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摩，无故是本在一真之境界，一真就是绝对。所谓法界无事，然而忽以无名利驱使。 无端起念，念中待忘，念中待忘。诸位，这个就是了解，一定要一定要很清楚。不能彻底了悟佛的心性的人，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了解净土法门的思想。你一定要记住师父这一句话：对佛的心性不能了解了悟。 绝对对净土法门无办法，没有办法彻底的理解，因为万法一定要回归佛的心性啊！为什么？要不然你那念念几句佛就当做是修行，不以心性相应的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。诸位，若以色，若以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之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句是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念那么阿弥陀佛，是不是以音声求佛？ 是还是不是？如果回归心性，虽念无有能念所念，其实阴身也不离心性，心性就是阴身，那这个就不是，不是用阴身求佛，因为回归清净自性啊。但是如果没有回归心性的话，拼了老命念念佛，用压的，用意识心不错，也可以种种善根，这是以阴身求佛啊。若以色见佛，以阴身求我，是能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 你永远没有办法见到如如不动的本性。八大宗派既都既然都是佛说，当然就一定有交集。这个交集就是心性，万法从佛的心性流露出来，万法都一定要回归到佛的心性。啊，任何一个宗派如果起争执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净土法门？ 是不是佛的心性法门？请问你是还是不是？如果说不是，不是就是外道。你不是佛的心流露出来的法门，哪里是佛法呢？请问天台宗是不是佛心性流露出来的法门？空假中。是还是不是？不是就不是佛法了。请问华严宗是不是佛一真法界流露出来的？ 是啊，如果通通是八大宗派，那就回归佛的心性。啊，回归佛的心性，就叫做无争啊。啊，你在争什么？我都看不嘞。就像我们以前呢，呃，教授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教授啊，应该是江苏省来的，他每次就讲你吵什么吵啊？美国人，你吵上面，没有，都八大宗派都是佛的心性，那是吵什么？ 啊，好所以就因为时空的不同、善巧方便的不同、依据的经典不同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因眼不同。要回归到佛的心性，如同大海一样回归一真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真正的佛弟子，他是进入无真的状态。佛法是理性的宗教，佛法是智慧的宗教，佛法是心性的宗教。 佛法是绝对解脱的宗教，我们更应该用超越的角度看待一切八大宗派，才不会落自己落入争执。所以攻击任何一个法师就是不对，攻击任何一个道场就是不对，攻击排斥任何一个一个一个宗派就是不对。佛弟子应当从自己做起。 哦，了解哦，原来万法都是佛的心性啊，那这样真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才能了解哦，修净土法门的，原来也是回归到佛陀的心性，又不能净土在哪里？我心净才国土净啊，心不净哪里有国土净呢？所以我们应当了解佛法。 他是非常理性的，啊，底下啊，所以一空相摸，啊，以无名所起妄念所使而起妄为，以二所长之本无外处成介入，此尘纯系自身妄造所化，并无外实法可得。诸位，物无所得。 即入佛陀的正法，悟无所得。妄生色、华、冷、热诸相，诸相、诸处之相，有触则必有受。然此等触及受，皆非从外来，皆是此人自作而自受者。啊！妄生本是一真，注意这个一真就是绝对。 而且这个绝对也是绝对的绝对，不可讨论的绝对。这个绝对不是相对的绝对。譬如说虚空，它是相对的绝对，因为跟相千差万别的相比较，所以虚空是相对的绝对。而心性不是，无论是设法千差万别的设，无论是无相的虚空，它都是纯粹一个心性引现出来的，这个是绝对，不可以用语言讨论，这是绝对的绝对，不可以用。 文字记载，这是绝对的绝对，不可用意识形态去理解、去推论。不是逻辑学，不是数学，不是玄学，通通不是，不是理哲学。哎，它是绝对的绝对，超越一切表象，任何的语言都不能描述。这是绝对的绝对，而世间人讲都是相对的绝对。所以佛法它是绝对的绝对。 不可讨论的绝对叫做一真、啊，啊一真一真就是绝对的解脱，而其妄念啊而其念妄造，乃为生九法界的境界。此之境界本无有生，而以无名利妄为。诸位十方诸佛共同先说的法就是无生法，十方诸佛共同先说的法就是一切法无生。 你下一次啊，有一年再碰到佛来降生人间，佛说讲的法就是一切法无生，就是师父今天讲的一样。诸佛再来实现人人间，他讲的法一样，就是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无灭，一切法无增，一切法无减。十方三世诸佛再来降生人间，仍然是讲这个法。 啊！令世有生非真生啊，故称旺生。诸位，现在我们言生就是旺生。啊！色、彼凡外三途之苦受，华比人天之乐受，能比二圣之苦受，热啊！前教菩萨之荣受。一观佛言阿难：譬如有人手足印安，百骸调适。 契合真如不动，葫芦望一切生，心体理念本无受蕴，故其所受性都无为，或者是顺，无苦无乐，如得舍受。然其人复以无名利而无故，自以以二手摩于空空中，互相摩擦，于是以其二手中妄生色，就是三途的苦受，华人天乐受，难二圣苦受。 啊！恶圣的枯瘦、热、拳教荣寿等诸处之下，一切众生受因之产生亦复如是。非从外来，非有外尘深处，实乃无端起望制造诸处，自领纳七寿制制受，自作自受，二十都无所有。诸位。 我们从小就是这样无端期望。任何一个人这一辈子只要不学佛，他的命运就会叫做悲惨，啊，悲惨！从小只要一出生，他接触到外境，他就一定会无端一直期望，每天都会有理想，都会将来要当什么总统啊，当什么科学家、游泳健将啊。 都会有自己的理想，想要对人类有所贡献，但是以前三百六十五行都没有说干和尚这一行，不知道，哎，无端期望。像我们生长那个环境，它就是这样，处处都是，哎，都是比较劳工方面的，劳工方面的，啊。 那现在也是啊，如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学佛，那你看看哪一个众生他不会无端期望，每天都有期盼啊，是不是？哎、嗯，每天都有争执啊，那个多严重？你看到韩韩国那个卢武铉那个。 总统李明博要去拈个香，都被虚啊，都被排挤啊，是认为他今年你报纸报那么头条，李明博啊，就是杀杀掉卢武铉啊。就是政治清算斗争，秋后算账，标题写那么大。 好了，这是题外话了，就是告诉大家哦，这一切啊，都是无端起妄啊，争执不休。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。五百七十二页经文，阿难，世诸患处不从空来，不从长出。如是阿难，若空来者，既能处长，何不处生？不应虚空选择来处。 若从长出，因非代何？又长出故，何则长之？离则出入，必晚骨髓，因亦结之入时中机。必有结心之处之路，自有一物身中往来，何待何知？要名为处。注释说：不从空来，必非自然性，无因生。 不从长出，亦非因缘生。若空来者，既能触长，何不触身？就如果此处是从虚空中出生的，然后来触双掌。既然能触掌，为何不去触身体的任何其他一个部位？部位，因为虚空是片满，围绕着全身。 若能触掌，则一定也能触其他部位，例如说触头或者是触脸，不应虚空选择来触，不应说无情的虚空居然能自己选择哪个部位来触，仿佛虚空是有知一样。若从掌出，应非带合，合就是、合掌摩擦。如果说吃醋。 是从掌中生的，这不应有带两掌相合才生，应该单掌就能生。若单掌不能生，则两个不能生的单掌加起来，应还是不能生。啊，这个在描述缘起无自性，一切法无生。那么缘起是生，但是是幻，其实还是无生。 不能说两个不能生的加起来就变成能生啊！所谓生，其实只是原生，仍然是无生。否则，两颗石头加起来，为什么啊不生出鸡鸡来呢？又长出故，何则长之离则出入，又此处既是从掌中出生，两掌相合时，则两掌皆知。 有触从掌中出来，那么两掌分离的时候，则应可截知此处进入掌中，回到掌里面去。臂腕骨髓应亦截知入时中肌，承上不但如此，而且应当连手背、手腕骨髓也都能截知此处进来的中肌。啊！看它进入身体哪里，都应该有所感觉，变成有一种东西进进出出喽。 不会说这个触觉一进入手手掌里面，就在手掌里面消失，一定在身中里面跑，必有觉心之出之入，自有一物身中往来。若必定有如是觉知之现，知道此处之出与入，那么就一定有一样东西，它有质体，且能在身中进出往来。何待何知？要名为处，要就是方才。 承上，如是则此处便能离长而存，而且一生中即有其字体，并且能一生中出入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何须等待合掌，然后才名字为处？应该不合掌的时候，一名为处，因为自己会跑出来吗？若不合掌，一名为处啊，也能有处。 则知此处并非从掌中出啊，哎，不必合掌就知道处，是不是啊？啊、哎，那当然这个处就不是从掌中出喽。一贯佛眼，阿难，是住幻化之处解，为什么一直讲幻？幻，幻化？为什么讲幻化？幻化一直在讲缘起，强调了空无自性，幻。 意思就是当体即空，不实在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用字是很重要的。讲言起无自性，一切法无我，就是同三藏十二部经典的精华精要。哎，可是用“幻”一个字，就表示一切法不可得。用一个“幻”字，定不是从虚空中来的，非无因生，非自然生。 也不是从掌中出生的非因缘生，如是阿难。若此幻处唯从空来者，则因虚空系围绕人体全身，既能触掌，何不触身体的其他任何一个部位呢？不应说无情无知的虚空，既然知道要选择何处来处，由此可知，若说此处是空，从虚空来。 是不能成立的。若说此处是从掌中出的话，既然双掌能出，单掌也应当能出啊，而应非有待两掌相合的时候才能出啊。那、啊、因为他是从假设从掌中出处嘛啊，而今见单单掌的时候，实不能产生促成，所以知道双啊双掌合的时候。 此处亦非从其中出，故说此处从掌中出不能成立。又，如果真是从掌中出过，两掌相合时，则两掌之有处从中而出，因此若两掌分离的时候，则应可知道有处从外进入掌中。此处不但从掌入，而且手臂、手腕、骨髓。水 因亦能觉知此处入识之终极。如果必有如是觉知之,之心，既知处之出，又知处之入，则自有一物，有其自体，名为处者，常在此生中进出往来。如是，则此处便能离长而有。 且有自体，自能身中进出往来，如是则何须更待两掌相合而后能结之？此时才要名为之处，啊，要名之为处，由是可知。若说此处从掌中来者，则不能成立。今闻，是故当知受因虚妄，本非一年，非。 自然性这一句话可以提供你生活的一切必需品，你必须拥有好好的智慧啊！当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，要告诉自己这是忘哎，这是忘不需要贪你瘦嘛、啊？哦，这好吃，好吃就是瘦啊！心情快乐吧、啊，哎。 当你觉得苦的时候，忍耐一下，哎，哭也是妄，乐乐还是妄。这个时候啊，当你用这个般若智慧的时候，你就对这个 KTV 啊、MTV 啊、唱歌啊、跳舞没什么兴趣。哎，你如果喜欢跳的话，你就说、是：哎这个是受因是虚妄吗？哎，虽跳我有人跳，所跳。 很快就死翘翘，哎，这很快就理解哦。原原来他们的乌鬼不不过完嘞，高不也马西逗的下。那、哎、真的就是哦，世间原来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“受因希望”这四个字就非常好用了。你在接受一切的苦境、乐境、舍境的时候，都能很清楚的。 谁知道是妄？比丘也是，当受到供养的时候，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，说我很有修行，受到供养，产生快乐的心情，这个是，啊、呃，不了解受因是虚妄的，所以因此啊，要理解佛的心性啊，时时刻刻都可以理解。 因为这个受是绝对时时刻刻都会发生，啊，当你今天两个朋友互相对骂的时候，很不愉快，记得那个也是忘，很不愉快的感受，不愉快的受，记得他是虚妄。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啊，难分难舍啊，在火车站啊、高铁上面，嗯，那就难分难舍，就去告诉自己，这个也是忘。 难分难舍，一定要舍啊？为什么？